你这个坏男人啊，到底给我下了什么药？你这说什么了？让我早上想你，晚上想你，每天都要想你三次，每一次都要想你八个小时。哎，你真的，我以为我做错什么了，吓死我了。那难道不是你给我下的迷魂汤吗？我没有啊。没有啊？那你说说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在那里藏什么呢？那个，我给你买的早餐，你看你每次都不喜欢吃早饭，到时候把肚子饿坏了就不好了。给。天哪，你这也太贴心了吧。拿着。谢谢。嗯。瞬间感觉我好幸福啊。我去上班去了啊。阿浩。啊。你今天不去上班行不行啊？我要上班挣钱的嘛。那你挣了钱以后会不会养我啊？对了，今天的话你就先不要去上班了。嗯，我给你们那边领导也说了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看你过来之后呢，就是我也比较忙，也没有带你到哪儿去，今天的话就当放松一下，我都已经打好招呼了。这不好吧？没事的。走吧走吧。嗯，走。嗯。月月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的话是动物园。动物园？嗯。是不是里面有特别多的动物啊？对呀。阿浩。啊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特别喜欢小动物。啊。然后以前的话，我一直想等一个陪我一起逛动物园的人，但是以前一直还没出现。那你现在找到了吗？现在的话，嗯，找到了。嗯，那你愿意陪我去逛动物园吗？愿意。那个，你把那个拿来，我帮你提吧。我看你提的挺累的。包包嘛。啊。嗯，那好吧，谢谢你了。走吧。啊。嗯，对，我扫这个，扫这个码。啊，双人票是吧？嗯，对。行。哇，啊，你们过来过来，怎么啦？你过来吗？这不是我们家的猪吗？怎么跑这里来了？什么呀？猪啊。哎，这个叫做香猪。香猪？对，迷你小香猪。你看好可爱呀。但是我感觉长得也不迷你啊。这么大。可能一天吃的比较好吧。嗯。哇，哇，底下还是小的。哎，对，那儿还有一个小的，他们是一家三口，好幸福呀，是不是？对。啊哈。啊。你看那个。哎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的话，它的名字叫棕熊。棕熊。啊。哇。我感觉好可爱呀。对。跟你一样。啊。跟我一样啊，都特别可爱。不是，我跟他长得也不像吧？你看他那么黑。不是那个，我是说跟你一样可爱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呀。嗯。哇，看上去有点恐怖呀。没事，有我在了，不要怕。哇，有你这句话，感觉很有安全感。这个是白虎好像。嗯，对。嗯。哎，你看那里。嗯。那有个摩天轮。要不要坐？嗯，可以啊。走吧。从来没有见过吧？没有。哇，他要进去休息了。进去了吗？啊，我们走吧，回去了。啊。今天走了这么多路，一定累坏了吧？不累，谢谢你啊。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，遇见了一个陪我进步、带我优秀、一点一点见证我变好。
教会了我很多人情世故，在我迷茫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合理的建议，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，多了特别的选择。阿浩啊，其实你这次出来的话，我感觉你真的成长进步得很快。其实你很聪明也很努力，所以我们两个一定要一起加油，让那些都瞧不上咱们的人对我们刮目相看。好，加油。啊，加油。